你可能不太了解全景是什么，但你肯定看过这样的画面：滑雪者在雪道蜿蜒中的速度与惊险，足不出户却对房间一目了然的看房体验，在地图中动动手指，世界的每一处角落都亲眼可见。那你是否想过，如此神奇的全景视频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？简单点来说，全景相机的工作原理就是能够捕捉到360度的画面范围。然而，以我们常用的手机为例，主摄镜头基本只能覆盖80度到90度的视长角，即使是专业运动相机，也只能覆盖不到160度的视长角。而鱼眼镜头作为一种超广角镜头，能将超过200度的视野范围囊括其中。那么，如果有两颗，是不是就能覆盖360度的画面范围呢？答案就是如此。以 Insta360X3 为例，它在前后方向分别设置了两颗鱼眼镜头，同时采集前后半球的画面，再通过拼接算法将两个画面进行融合，最终形成出以相机为中心可以全方位观看的360度全景画面。因此，我们只需通过后期取景的方式，就能获取任意视角的画面。这就是全景相机特有的先拍摄后取景的概念，让拍摄变得简单灵活。比如在独自旅行时，可以轻松实现一边讲话自拍，一边展示环境的多机位效果。在单人滑雪时，搭配隐形自拍杆的使用，还可以获得摄影师跟拍才能记录到的画面。不仅如此，全景相机配合多样的配件，还可以带我们上至高空，下入海洋，体验现实生活中的游戏视角。在观看方式上，全景视频和其他视频也有所不同。除了使用头显设备直接观看，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平台也支持全景视频的上传和观看。不过，更主流的观看方式仍然是通过后期取景，将全景视频转化为平面视频进行观看。对个人而言，全景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一位 UP 主就分享了他用全景相机记录婚礼的经历。当所有的摄影师都专注在拍摄新娘挽父亲走向婚礼舞台时，全景相机却捕捉到了母亲在后方默默流泪的画面。沉浸式享受生活的同时，也能将所有的美好时刻记录下来。这也许就是全景的意义。在未来，全景也将继续帮助人们更好地记录和分享生活，探索未知的世界。